唐州寂宾沙门，佛陀波利奉诏译。如是我闻，一时薄伽梵在室罗伐住士多林及孤独园，与大比丘众1250人居，又与诸大菩萨僧12000人居。尔时33天与善法堂会，有一天子名曰善住，与诸大天游于园观，又与大天受圣尊贵，与诸天女前后团绕，欢喜游戏，种种音乐，共襄娱乐，受诸快乐。尔时善住天子即于夜分闻有声言，善住天子却后7日命将欲尽，命终之后生占不周，受七反畜生身，即受地狱苦。从地狱出，悉得人身，生于贫贱，处于母胎，即无两目。尔时善住天子闻此声已，即大惊怖，身毛皆竖，愁忧不乐，速即往诣天地世所，悲啼嚎哭，惶怖无忌，顶礼帝释二足尊矣，白帝释言：听我所说，我与诸天女共襄围绕，受诸快乐。闻有声言，善住天子却后7日，命将欲尽。命终之后，生占不周，七反受畜生身，受七身矣，即堕诸地狱。从地狱出，悉得人身，生贫贱家，而无两目。天帝，云何令我得免思苦？尔时帝释闻善住天子语已，甚大惊愕，即自思维：此善住天子受何欺反恶道之身？尔时帝释须臾静住，入定地观，即见善住当受欺反恶道之身，所谓猪狗、野干、猕猴、蟒蛇、乌鹫等身，食诸秽恶不净之物。尔时帝释观见善住天子当堕欺反恶道之身，极住苦恼，痛割于心，帝思无忌，何所归依？唯有如来应证等觉，令其善住得免思苦。尔时帝释即于此日初夜分时，以种种花蔓、涂香、墨香，以妙天衣庄严执持，往诣士多林园，与世尊所道矣，顶礼佛足，右绕七匝，即于佛前广大供养，佛前胡跪而白佛言：
世尊，善住天子云何当受欺反畜生恶道之身？即如上说。尔时如来顶上放种种光，遍满十方一切世界矣。其光还来绕佛三匝，从佛口入，佛便微笑告地士言：天地有陀罗尼，名为如来佛顶尊圣，能净一切恶道，能净除一切生死苦恼，又能净除诸地狱阎罗王界畜生之苦，又破一切地狱，能回向善道。天地，此佛顶尊圣陀罗尼，若有人闻，一经于耳，先是所造一切地狱恶业，悉皆消灭，当得清净之身，随所生处一尺不忘，从一佛刹至一佛刹，从一天界至一天界，遍历33天，所生之处一尺不忘。天地，若人命欲将终，须臾意念此陀罗尼，还得增寿，得身口意净，身无苦痛，随其福利，随处安隐，一切如来之所观视，一切天神恒常是为，为人所敬，恶障消灭，一切菩萨同心护护。天地，若人能须臾读诵此陀罗尼者，此人所有一切地狱畜生阎罗王界恶鬼之苦，破坏消灭，无有一语。诸佛刹土及诸天宫，一切菩萨所住之门，无有障碍，随意促入。尔时地士白佛言：世尊，唯愿如来为众生说增益寿命之法。尔时世尊知地士意，心之所念，乐闻佛说是陀罗尼法，即说咒曰：南无薄伽伐帝，帝利路迦，波拉底毗湿色扎耶，薄陀耶，薄伽伐帝，大智托唵，毗湿陀耶，娑摩三满多婆婆娑，娑婆拉那揭谛伽诃诺，娑婆婆娑娑帝阿毗申者，苏杰多伐哲诺，阿弥利多毗晒基，阿赫拉阿赫拉阿瑜散陀罗尼，疏陀耶疏陀耶伽伽诺毗疏提，乌色尼沙毗湿耶熟提，娑诃娑拉诃拉湿密山诸地地，
萨婆达陀杰多帝色扎挪厄帝色齿帝目之力拔哲拉迦耶僧何多挪树提萨婆伐罗那毗输提波拉底尼伐达耶阿瑜输提萨摩挪阿帝色齿帝莫尼莫尼达塔多不多俱止薄利熟体毗沙普扎薄地熟体舍耶舍耶毗舍耶毗舍耶萨摩拉萨摩拉薄陀厄帝色齿多熟体拔哲离拔哲拉揭比拔哲兰婆伐都摩摩萨婆萨多夏迦耶毗输提萨婆揭底不利输提萨婆达陀揭多三摩湿婆娑厄帝色齿帝佛陀佛陀菩陀耶菩陀耶萨曼多薄利熟提萨婆达陀揭多帝色扎诺厄帝色齿帝娑婆诃佛告帝释言此咒名净除一切恶道佛顶尊圣陀罗尼能除一切罪业等障能破一切秽恶道苦天帝此大陀罗尼八十八净伽沙俱之百千诸佛同共宣说随喜受持大日如来至印印之为破一切众生秽恶道苦故为一切地狱畜生阎罗王界众生得解脱故临极苦难堕生死海中众生得解脱故短命薄福无救护众生乐造杂染恶业众生得饶益故又此陀罗尼与占卜州住持力故能令地狱恶道众生种种流转生死薄福众生不信善恶业使正道众生等得解脱益故佛告天地我说此陀罗尼附主于汝汝当授予善助天子复当受持读诵思维爱乐意念供养与占卜州一切众生广为宣说此陀罗尼印亦为一切诸天子故说此陀罗尼印附主于汝天地汝当善持守护勿令忘失天地若人须臾得闻此陀罗尼千劫以来积造恶业重障应受种种流转生死地狱恶鬼畜生阎罗王界阿修罗身夜叉罗刹鬼神不丹挪杰扎不丹挪阿波梭摩罗文蒙龟狗蟒蛇一切诸鸟及诸猛兽一切蠢动寒灵乃至遗子之身更不重受即得转生
诸佛如来一生补处菩萨同会处生，获得大姓婆罗门家生，获得大刹利种家生，获得豪贵最胜家生。天地，此人得如上贵处生者，皆由闻此陀罗尼故，转所生处皆得清净。天地，乃至得到菩提道场最胜之处，皆由赞美此陀罗尼功德。如是天地，此陀罗尼名吉祥，能净一切恶道。此佛顶尊胜陀罗尼，犹如日藏摩尼之宝，净无瑕秽，净等虚空，光严照彻，无不周遍。若诸众生持此陀罗尼，亦复如是，亦如阎浮檀金，明净柔软，令人喜见，不为秽恶之所染著。天地，若有众生持此陀罗尼，亦复如是，成此善境，得生善道。天地，此陀罗尼所在之处，若能书写流通，受持读诵，听闻供养，能如是者，一切恶道皆得清净，一切地狱苦恼悉皆消灭。佛告天地，若人能书写此陀罗尼，安高床上，或安高山，或安楼上，乃至安置苏堵波中。天地，若有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足姓男、足姓女，于床等上，或见或与相近，其影应身，或风吹陀罗尼床等上，尘落在身上。天地，彼诸众生所有罪业，应堕恶道、地狱、畜生、阎罗王界、恶鬼界、阿修罗身恶道之苦，皆悉不受，亦不为罪垢染污。天地，此等众生为一切诸佛之所受记，皆得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天地，何况更以多诸供具、花幔、涂香、墨香、床幡盖等、衣服璎珞，作诸庄严，于四渠道造苏堵波，安置陀罗尼，合掌恭敬，旋绕行道，皈依礼拜。天地，彼人能如是供养者，名摩诃萨埵，真是佛子，持法栋梁，又是如来全身舍利苏堵波塔。尔时，阎摩罗法王于十夜分来诣佛所，道已以种种天衣妙花、涂香庄严供养佛已，绕佛七匝，顶礼佛足，而作誓言：我闻如来演说，暂持大力陀罗尼，故来修学。若有受持读诵是陀罗尼者，我常随主守护，
不令持者堕于地狱，以彼随顺如来言教而护念之。尔时护世四天大王绕佛三匝，白佛言：世尊，唯愿如来为我广说持陀罗尼法。尔时佛告四天王：汝今谛听，我当为汝宣说受持此陀罗尼法，亦为短命诸众生说。当先洗浴，着心净衣，白月圆满十五日时，持斋诵此陀罗尼，满其千遍，令短命众生还得增寿，永离病苦，一切业障悉皆消灭，一切地狱诸苦亦得解脱，诸飞鸟畜生寒灵之类，闻此陀罗尼一经于耳，尽此一身，更不复受。佛言：若人遇大恶病，闻此陀罗尼，即得永离一切诸病，亦得消灭；应堕恶道，亦得除断，即得往生寂静世界。从此身矣，后更不受胞胎之身，所生之处莲花化生，一切生处一吃不忘，常食宿命。佛言：若人先造一切极重恶业，随即命中成思恶业，应堕地狱，或堕畜生阎罗王界，或堕恶鬼，乃至堕到阿鼻地狱，或生水中，或生禽兽异类之身，取其亡者随身分骨，以土一把，诵此陀罗尼二十一遍，散亡者骨上，即得升天。佛言：若人能日日诵此陀罗尼二十一遍，应消一切世间广大供养，舍身往生极乐世界。若常念诵，得大涅槃，复增寿命，寿圣快乐，舍此身矣，即得往生种种微妙诸佛刹土，常与诸佛聚会一处，一切如来恒为演说微妙之意，一切世尊即受其记，身光照耀一切刹土。佛言：若诵此陀罗尼法，于其佛前先取净土作坛，随其大小方四角座，以种种草花散于坛上，烧种明香，右膝着地胡跪，心常念佛，作木陀罗尼印，取其头指以大拇指压合掌，当其心上，诵此陀罗尼一百八遍气，于其坛中如云王雨花，能遍供养八十八俱之净伽沙挪余多百千诸佛。彼佛世尊咸共赞言：善哉希有，真是佛子，即得无障碍智三昧，得大菩提心庄严三昧，
至此陀罗尼法应如是。佛告天地，我以此方便一切众生应堕地狱道，令得解脱，一切恶道亦得清净，复令持者增益寿命。天地，若云将我此陀罗尼授予善住天子，满其七日，如与善住俱来见我。尔时天地与世尊所授此陀罗尼法，奉持还于本天，授予善住天子。尔时善住天子授此陀罗尼已满六日六夜，依法受持，一切愿满，应受一切恶道等苦，即得解脱，住菩提道，增寿无量，甚大欢喜。高声叹言：稀有如来，稀有妙法，稀有明艳，甚为难得，令我解脱。尔时第四至第七日，与善住天子将诸天众延持花幔、涂香、墨香、宝床、幡盖、天衣璎珞、微妙庄严往诣佛所，设大供养，以妙天衣及诸璎珞供养世尊，绕百千匝，于佛前立，踊跃欢喜，坐而听法。尔时世尊梳金色髀，摩善住天子顶，而为说法，受菩提记。佛言：此经宁净除一切恶道，佛顶尊圣陀罗尼，汝当受持。尔时大众闻法欢喜，信受奉行。佛顶尊圣陀罗尼经。